连诗雅因为个 hip hop 仔嘅玉照风波停工咗五日啦，你又终于破关出嚟开工出席一个音乐活动啦！一出嚟就要问下你先噶啦，咁你最近仲有冇同个 hip hop 仔联络下咁咧？大家都系冇联络嘅，其实系啊。会唔会收起正感影响世界啊？着呢件衫，收起正感影响世界啊？其实我都唔系好成感。平時可能工作方面都唔會特別性感嘅，即可能最主要都是短係露腳是最性感的通常。咁所以我想都唔會話特別要收起呢樣嘢嘅，係啊。之前有報道話你連溝19條仔啊，你怕唔怕人覺得你係濫交噶？唔係，其實那些真的朋友嚟嘅啫，咁所以即係唔會再回應呢件事咯，因為係咯都講過，同埋都希望唔好再提呢件事咯，即係嚟緊都係投入去工作度咯。呢啲嘢只不過會不斷有好多唔同嘅嘢出嘅時候，又要不斷去解釋，其實真係我覺得。以後我會將所有時間擺工作，咁我希望觀眾係會從呢一方面去睇到我嘅人係點樣咯。